这堆大面团子就是让很多人闻风色变的酸汤面，是我们当地的美食。没有事儿，你这个你只要泡好了哈，就搞得过年这么好吃，它也没有事儿。嗯，反正咱们这儿都爱吃这个。不会中毒的。冻了一晚上，已经梆梆硬了。嗯，给装起来。这些给你老姑和你老姨的。嗯嗯。这个能不能拿回家吃？我们也吃不了这么多呀，就我自己吃，他们几个也都吃不习惯。吃一吃就习惯了。这酸汤面就是把那个苞米发酵后过出来的面子，看这外边是白的，里边是黄的。嗯，这就叫做粗粮细做。嗯，是。嗯，像他们几个吃不习惯的，就觉得有一股酸味儿。嗯，吃不了，吃习惯就好了。那咱们还就爱吃这酸味儿，带点味儿还不好吃。今天不做大豆腐，做小豆腐。我们这做小豆腐都得过了中午12点之后再推磨，因为有讲究。他们是老人故意传下来的，头儿要是擦小豆腐，他是穷鬼人，擦不完的下午都。那这个听你的了。这是昨天晚上泡焯好水的萝卜缨，泡了一晚上了。嗯，待会儿切碎了之后加到小豆腐里。嗯，咱们这碗加小豆腐才好吃。嗯，这个就是萝卜的叶子。嗯，我们家每年都留挺多的。这玩意儿叫它多的吃不了，剩了喂羊什么。嗯，感觉它没用。不能没有，就是把豆子捞出来，准备推磨。妈，你不是说还送好几家吗？这些够吗？够，一家少给点，够分就行。我婆婆也过来了，还非要参与参与，那边没做过小豆腐。老了，有全新活了。艺多不压身嘛。我这玩意干到老学到老啊。对，这都快70了，学上新手艺了。先把萝卜缨给下锅，等开锅了之后再倒豆粕的。到那边这个萝卜缨子没人吃，都扔了。嗯，我们这边都吃，就吃法还挺多的。把豆粕的下锅，这么一倒看着还不少，水多了。你看着挺多，要熬下去就少了。嗯嗯，半锅都用不上。下午2点多，太阳就被这座山给影住了。太阳下去立马就冷了，冻嘴唇了一样。我爸和小姨爸又推回来几车木头，今天先给锯出来一部分。小豆腐煮1个多小时了，比刚才稠了一些，但我看着也没下去多少。下去不少，煮半小时就差不多了。嗯，这个小火慢煮。嗯，我们家加急就糊了。哎呀，不这么好弄。小豆腐做好了，这和豆腐味差不多，盛出来。那是何时成香？嗯，有豆香味儿。嗯，对，俺可没成啊，这么麻烦。嗯，费时。这麻烦也都别做这个。嗯，别吃这饭，好吃。嗯，而且我妈一做还是一大锅。多粥点哈，就这么冻了哈，到时候拿下来看，嗯，一热就行。来前院压酸汤子，带着工具。嗯，开始压酸汤子，压出来就是一条一条的。我婆婆又是第一次见。我也是第一次见。嗯，酸汤子出锅。就这样带着汤喝。今天晚上酸汤子配着小豆腐。我们要去卖丹东草莓，那你想让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谁跟着去呀？嗯，让我想一想啊。嗯，姥姥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不让我看手机。
哦，那姥姥去了就没人管你啦。对了对了，那我都可以天天看手机了。那可不能天天看手机啊，可以看一小会儿。那好吧。